大爷在做梦，一个糊涂车马，怪刀斩烂马，直接封侯。杀你个天界狐妖，厉害！这个就不知道控制什么情况。睡觉。来出去。下马。骑兵。空军一出。双头蛇，太老了。来，白石。视角。我扯了，我扯，我黑你黑我杀你的炮。扯了我就不杀了，你扯我就放个重炮。你放放去吧，我就不理你，上吧。你。是，嗯，进，是，上，骑兵，很年轻，那不年轻，时间不近，是吧？嗯，我哪里时间近？接，接上，上马，奔向敌马，上，狙击骑和。杀你的马，进军集合。耶！半路杀手程咬金当啷的吃，送给你去吃嘛，你不吃我踩你的局嘛，你的局嘛。吃马的那帮人现在，那现在吃马我家总比你菜。菜局菜汤菜脑水嘛，你这边有一百送的上上猪炮，不能打打得上当了，大哥。嗯，对了，解决局丢了，那还我的局丢了。两个局，那交吧，交不交？烧饭不造，我还没走齐呢，大家不用替你这事交气，我是不会交的啊。不会交也得交。妈，吃了，好吃，好吃了。我现在等一等，下一步吃吗？吃。嗯，送给边上。来，马就保不住了，马就保不住了。什么两个？吃上一个就不错了，大哥，别贪吃啊，贪吃必败啊，你看看。来，绝，像个菜药，像是菜，像是吃吃两个，也还赚一个。嗯，是不行，我们是接。抽了，赶紧抽！那抽大的吗？绝对的吗？关键是你抽上。
上马。啊？嗯。上奥体回来。啥？小兵七大军。念。金曲没齐了。对决。回得来嘛？怎么样？像。是吗？看炮。老将。将军。进来。进来。那么退炮开局啊，开局啊，开局我就停兵怎么样？进局猛如虎，听过没有？结果很残酷，就是这一句话嘛。是吧？嗯。给你总结的相当到位。在杀兵。好不容易过河的兵啊，绝对不让你杀。开枪！进。又有啥意思？你杀一个，我看一个。枪。躲一躲，躲一躲，这个兵没办法让你吃。吃那就交枪。躲一躲。进。骑兵，喂，回来，再骑兵，冲下来了，嗯，冲下来就不该卡后，卡后我就吃掉，吃。吃了就大了就没吃了，猜对了大哥，我就这么想的。我也一想，好家伙，你们两个平平嘛，好一步嘛，好不容易过河，好不容易两个的地方，跟是不可能的。躲开，两个大学也追不上。是啊。小兵你还追不上，我就跑。是啊。再跑还追吗？追，已经追了几次了，没啥效果，我就退个下吧。投油的时间已经晚了，大哥，投的看走的时间已经是结束片了啊！谢谢各位老铁，谢谢我们正在直播老铁们，谢谢老铁，上午好啊，早上好。
坏心别了。早上好，早上的空气新鲜，早上的人气新鲜啊！谢谢各位老铁，我们这里天刚刚亮，你们那里天亮了没有？我们这里刚刚亮，谢谢各位大哥的支持啊！奔波在路上的老铁们，注意安全，早一点早晚添一件衣服啊！什么天气现在？早上出门必须穿棉袄、羽绒服、棉袄一起上。过来。来过去啊，进来进去。喂，打死局啊，上叼我一个，我再送你一个炮，我送你个兵，送你个上。我想抢占中路，抢占就抢占，送你个炮，吃还是不吃？送炮吗？那叫那送那叫送炮吗？为啥不送？买奶吃，就别想傻了，你死两个想看这个炮让我吃，我是。这几个像你退回来吃了，我的炮就吃，马都给吃了，兵给杀了。呀，好厉害！嗯，是跳龙服了。好霸气呀！对呀。这么霸气的啥？这么霸气。更不厉害。哎，这发型是？是个大象。好。这刀万青看到了没有？撤。将军，快给上！对决！快！下一手的是对决，我就不喝。不喝，我吃，我再上去再吃怎么样？哎呀，谁说没用？皮就过来不吃你。秦哥过来，好，水塘老师，我是两个炮盖吃喝了，出来，这个是，我的一个车上也早吃了，进，现在是那个单车，单车滑炮，但是你连炮都没有啊，我还有炮嘞。上啊！进！活像！过来！骑兵！起床！双，就吃个兵嘛！哎呦，两个大局啊！对，这么好碰啊！我进两个黄盖局，咋子了？开上，死局！你跑，开上，还是不跑兵？兵吃不上，还得跑局啊！就是啊，你跑。傻笑，特别傻笑。我不让你。中路也行，来中路，上中炮！你不吃我的兵，我就不杀你。啊！你就过来，啥事？上！还是来不能当兵吃喽。既然这么吃不上，这么可以吃。还上，对了，必须吃。个笑，
回吧，才四句。啊。几瓶？进来。咋的？你个像脸上大像？看我泡的，主要目的看泡。进去。这都什么？哼，会，突然想起我大象的啥没说，啥你大象？天。啥像？是我那像，只能炸起来。炸起来的话也就那样了。炸起来也就那么样了，那我就不吃了嘛。走这边，啥的小兵。小兵。嗯。从车下来讲。谢谢大哥们，嗯，非常感谢。今天老铁上午好，老铁们点点红心，点点关注啊。我们早晨直播，今天下午有事，所以说早上起来直播，全天有事。谢谢各位老铁，谢谢大家。今天老铁不用吃饮，不用徘徊，就是我的直播间，老铁们，嗯，就是，进来就是我的直播间，进去。行，小兵花香，现在不明朗了吧，大哥？不明朗了。小兵已经控制的老将了。哎呀，出来了。控制住了啊、嗯！车跑了。车跑打死局啊！死局，我给挡住。没有你的份，当他干啥？我这个狙击送你，不要了。吃点鱼酱，我给你吃。哟，想多了，大哥，没事。你回来。去。不要了，去揍都不要了。吃去，你笑笑了是不是？哟，橘子吃了还不让笑，可不可？来，下象，看，趁机上马，踩死局，开不住的。进。上吧，快回来！来，退去。哎，为啥不直接吃马呢？直接吃马就这样一箭，让我干啥去？喝凉水去。不接吃马不就完了吗？我说你说。现在神仙来了，也来救了大哥。我先直接上去有将，直接有将去了。提举过来。吃了。绝杀不绝？